潘若迪夸张表现是真傻，还是间谍演技太拙劣？可能秦惠姐蛮大的几率，因为我觉得潘若迪老师可能就是傻了点。就傻了点，我觉得是若迪哥，因为大家说齐慧的时候，他脸一直轻松的样子，好像是不关我的事的似的。觉得潘老师好像没有聪明到，他会故意说，对我就是间谍，我觉得他就是想做效果。我觉得老师在做效果。今天晚上8点，请锁定东森超市33频道《王牌谍对谍》。